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的宋子月。在新加坡亚洲艺术学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2023中，获得业余儿童 A 组特金奖。我自四岁半开始习琴，先后师从安徽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朱婉芳老师，著名二胡演奏家、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导师孙黄教授。在老师们的精心教导下，我参加了2022年中国音乐小金钟全国二胡安徽省选拔赛，荣获了业余儿童组一等奖。在练琴的过程中，我明白了练琴不是一朝一夕，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打磨。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地练琴，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奏水平。将来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能够将中国传统音乐和二胡的美妙之声传承下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爱上这个古老而神奇的乐器。谢谢大家。我是宋子月，来自中国安徽省马鞍山市。今天是2023年7月13日，以下节目是新加坡亚洲艺术协会举办的世界二胡大赛演奏，演奏的曲目为《查尔达斯》。